我首先要去 generate 那些 tag，临时做的十九，然后我会。然后用 Tableau Explorer。Open 十九。这个是不是你最新的 PLC 呢？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是刚刚 Jess 就上一个星期他叫我们加那个你所谓的那个 High Speed Developer 的一些 output， 我还没有放那个最新的，我没有放进来，这个我已经做好了那个。要不你把它，那我先 cancel。你先把它 copy 到这台 TeamViewer， 你 TeamViewer 的这台电脑上来。好。你把它放在这里吧，这样子我把它 copy 走。好，等一下，我再开着那个新闻。嗯。我把它放进desktop 里面的桌面上。OK， 你用的是这个啊？好的，放这里。但是这种 ，OK。他要用那个西门子的，要去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这种是要哎是哦，我存这里。
然后现在我们要用 Debug 的 Explorer 把它导出来。我们选我们要的，其实我们要的呢就是这个 default tech table， 还有一个 DB 八十五。这第二个，然后 export to file。如果我的那个程序有改变，我可以用回这个 DBE file 吗？你不可以，你的程序改变可以，但是你的 tag 改变，就是你改变的 tag 是我们需要的话就不可以。如果你有改这个 default tag table 和这个 DB 八十五里面的 tag， 你就要再导一次。哦，没有，我们没有改变 tag， 只是改变那个程序，就没有关系。我刚刚是这个，我本来想写十九来着，就没有写进去。OK， 这个。我会把它，因为这个 share folder 是我们用来共享资源、共享的。每台电脑都可以 access。So 这样子，我还要看一下你 PC 十五是哪个 IP？PC 十九是八十九。怎么没有让我弄那个呢？我都没有点过，好晚睡了。这个刚刚这里应该要我加一个东西进去才对，因为刚刚没有弹出这个。
这个 Capware 它 license 过期了，估计它只有两个小时的。因为我们现在你 license 过期的时候呢，我们去这个不用，对，我们去重启它的那个service。这个，怎么出来了？你现在看，他把 PLC 里面我们需要用的 tag，PLC 十九，这些。都导出来了，然后这些 DB 八十五里面的东西也都导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它的 tag， 然后这就是把PLC 和 emulation 的中间一个通讯的路给接通，所以现在你就可以跑你的这个了。这个对吗？对。这是什么情况？这就是这样子啊，对吗？不对吗？我就跟着那个图来画。哦，那就是这样子吧，我。那就图是这样子，就这样子了，因为我没有注意到这个。哦，它这个只有两个线。嗯，然后这 PLC 十九。天哪啊！你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这里没有激活，可能估计是这个，我看一下为什么不能让。哦。哦 ，disable 无所谓了，它这个八十六，你这里也要填一下八十六，然后这个是六十二。四。这就是六十六。一零七，从你的图里面，我要知道你有。你有一个漏。Low one, low two, low three, low two, 然后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你总共有十二个。然后十二个漏，从这边进来到这里 merge。你这 merge 画的时候呢，九零零，你要把它往左边移一点，因为它会从这个XO 一零九零二的这个最左边这个地方进去。所以你要是把它放这里，包从这里跑到这里来之后，它会往左边跑一点，然后又从它的头开始往下一条跑。哦。嗯。我把它连好一点。就再移咯。然后我想知道你有多少个 exist。有这里。exist。二。这是一。一二三。六七八九十
11。你刚刚是有12个，有1、2、3、4、5、6、7、8、9、10、11、12，这些它都问题已经改好了在这里，然后我们。我没有在这里改，我在外面那个他的 properties 里面改，他应该是有反应过来吧？会有反应过来，如果他的代码已经过来了，但是这个不会反应过来，我 highlight 这个不会。哦。哦，所以你要过来 check 一下。好好好，只叫我 check。不过我刚刚都看了，都没有问题。你有12个都没有问题。OK， 然后我们看一下 exist。我们其实刚刚是有11个 exist。11，然后这里是11，OK 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边。这是20几来着。86、66、107。OK。所以其实已经 OK 了，你就可以跑起来。我应该把这个关了的，没有关。你已经跑起来了，就是这个。你滚动，没有问题，它这名字没换而已。你这个滚动一下，它就会出现，然后就跟用 PDF 一样，变大变小。好。问题是当你点 Connect 的时候，然后如果它没有问题的话，就说明你的 Excel 没有问题。但是你点 P1 的时候，这里有问题，就说明。Attempt to read and write. This is often. 你看，我给你看。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你 C2 里面的 Group 1和你的 PSC 的程序里面的 Tag 不匹配。Okay. 就是说你填的，你比较好的是你填 C1 没有问题，你的 C1 你没有出错。就是你的 C2 这个 colon 和你的 PLC 里面的那个东西不匹配。哦，好。去再看一看。哦，我估计这个不存在，因为你这样子写是对的，但是我估计 PLC 里面不是这样子的，而且你的这个放错地方吗？地方两边都要放，两边都要放，然后那我在细乱的时候，我是看这个还是你这边没有填完？你这边的这个你可以不填，但这些你都没有填，这四个怎么填呢？你这个 RAE 和 MERA 它首先要读
读呢是读的第二个 column B， 所以是63 64 64，然后他写呢写的是第一个 column， 第一个 column 8384。哎，你这个 SD 啊 SFDL 和 SFDR 是什么？因为它两个在图纸上看到两个名字是一样，然后它就分成 L 跟 R。哦哦哦，好。然后你这个就是83 84。前面的这个是这个 number 66，加上你要的这个一，你这里是 recheck， 所以是一，所以这里是62，你这里就填63，然后下面这个是64，这个按顺序，如果你是有规律的话，这应该是66。你看，这是 M R 的extend R 的 extend， 打上它是4加上62就是66了，所以这是这么填的，给你保存。你把剩下这个这样子 copy 下来的，然后你这里没有填，你这里也没有填，还有你这个东西不可以是错的，如果是错的话，他跑到那个 conveyor， 他不知道怎么跑，就是他不知道速度。你这里一定要填，你这里，你只是直接我跟你讲，你填这个的时候，23 4 m 123是哪里？那个是在哪里？你告诉一下我。哪一个？哦，这个就这里。你要把它的那个 speed 填出来，你这些没有，你这些错的就是 error 的地方你都要，因为它这里写的是零嘛，对，这个 speed 不可能是零的，它 speed 是从哪里可以拿出来的？三四，你问一下 Jax 好吗？因为这些速度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我估计它也是30，但是你问一下 Jax。好。然后你这个 column 没有填，这个 column 是填那些，你这里填一段 conveyor， 我举个例，你这里填这个 conveyor 的名字，然后19。这段 conveyor 有什么 photo i？ 它有两个 photo i。P E R P E E， 所以你就它的这个是 head-end sensor 是 head-end sensor 是 P E E， 然后这个是。P 二要填在这里，但是 P 一 P 它的 index， 那是 XO102，XO102， 就是这两个了。然后一是一，二是二 ，P 一是一 ，P 二是二，它的 index 是填这一列里的东西。你正好 ，N sensor 是一 ，T sensor 是二，如果没有 T sensor， 就是没有 P 一 two 的话，就不用管了。哦。明白，你把每一段 conveyor 都要写上去。好，因为这个那个 sensor name 的 z 那个sensor name 不用填的，它这个是告诉你什么？它这段 conveyor 它有 sensor 一和 sensor 二，这个 sensor 一和 sensor 二它的代码里是这样子，它获得这个 index 之后呢，它就会来找这边的数，找到这边的数，它就会找到它。然后这个数它就会找到它的那个 photo i 的名字，
然后通过这个数，它也能找到第二个 column 里面的这个 sensor 它的值，就是这样子的。好。嗯，然后你刚刚的问题是你这个 column 里头的 sensor 的名字和你的和你这个里面的名字不匹配。就是和你这里面的这些名字不匹配。哦，知道，因为那个他把孔维又放在后面。对。他这个防空位放到后面是错的，你要把代码，你要把你的 PLC 代码改过来。我改 PLC 不是改那个。啊，对对，今天我跟 James 讲了，要改 PLC 不可以，因为这里的代码它有。你们那个 code 会剪后面的。啊，对 ，code 它有，你看它这里有写哈，在那里。那剪后面的四个字母吗？后面的四个字母的这个是 for 这个的，这个减后面四个字母是 for 这里，是 for 这里用的，它会把后面的这四个减掉，然后再加一个，它减掉吗？然后再加一个 underscore a， 然后这个它加到这个之后呢，这个就是某一个 bad， 它就会去你的图里。去你的图里去找这个取名字叫这个的一个 item， 所以你相应的这个，你要，对啊，你看你就是叫 A 吗？对啊，就这样子，对，就这个吗？明白我意思了吗？明白了，明白。他就会去那个 overview 里头。他激活的 A 或者是激活 B。对他就会去，你看这个，他 arm one arm two， 他会去这个 overview 里头去找这个 arm one arm two， 然后反正就是找完了之后呢，他又会来这个 motor run， 然后啊，就是各种了，这个代码我自己都不太记得了。没关系。然后等一下，我刚刚 Excel 有给你改啊，我退回来，这是二。就是这样子了。好。哦，这个我还告诉你，这个可以导出来的。这个 PS 十九你可以 export 之后呢，出来就是变成了一个 Excel 方。变成一个 Excel 方，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你的工具来用了。好。我可以这样导出来，在这里改了勾再导回进去吗？我就不用改那个 PLC， 我先不用改 PLC。不可以，因为它这个会，我刚刚这里设的是，这里 always generate on startup， 也就是说，除非你这里。改成了 generate on first startup， 然后应该是可以暂时用了，但是我建议两边是匹配比较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把它导出来，然后只改这里的名字，然后先用着，对吗？对，你可以这样子，但是这里的属性就改成第一次而已。因为你改这里的 Excel 改了之后再导进来，你并不会改到这个东西。哦。你并不会改到这个东西，你只要在启动的时候，它依然是从这个里头来拿 status 的，拿那些 tag 的。哦，明白。所以它会改 PLC。对，我建议是改 PLC 了，你 PLC 这样命名。这次 Jax 这样命名是他偷懒了？哦，不知道，我就因为我们是用一个 Mac， 也是一样用 Excel 的 Macro File 命名的。哦，我知道，以前他不是这样命名的。哦。OK， 那就还有什么问题吗？等你这个都好了之后呢，你如果这里的值哈，刚刚你看他们都没有值，是因为你这里应该都是零。我看一下，你找 CV， 找这个，你看它值都是零，零是没有值的，零在那个里是不会显示颜色的，
你如果是其他的，就会有颜色。就比如我给你看的，这个，它这些就是有颜色的。然后 photo I 是对的话，这里会出现一个 good。然后如果你这边都变成了那种绿色，哎，怀生，你不是说 PLC 的值都好了吗？我这里怎么全部还是不正确的值呢？等一下，我看一下 keyboard 有没有死掉啊？哦，keyboard 死掉了，keyboard 过期了。PLC 是五个对吧？没有，没有 keyboard 过期了。哦，keyboard 2个小时会过期一次的哈，它是一个临时的，我没有 license。你 expire 之后呢，你就这么重启一下就好了。但是我重启的时候，这边就会掉了，因为它已经掉了。其实，我关掉，然后 OK。哦，是15，这些都是有值的。这些 unload 的 unload 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但是也我也没有用到，所以我没有管它。你这个为什么后面有 T1 到 T6 啊？不知道是什么。代播，哦，胎吗？是吗？对，哦，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可能这个他读不出来值，所以他都是 unload，但这个不影响我们的 emulation，所以我也没有跟你们讲。你可以看，它这里都是有值的，这个已经调好了，应该是等于3的，哦，现在等于9，9是什么？9我也不记得是什么，我可以跑起来就知道了。9是 ready 吗？9九是是 power safe 吧？power safe，就这个黑色是 power safe。单等于9的时候是 power safe，ready 这个应该是等于1，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这都正确的话呢，它会有颜色的，然后也不会报错。然后等这个都是那种浅绿色的时候，你漏包的时候，它的包会从上面跑，按照你示意万上面的 colon A colon B，然后这么跑下去，直到跑完。OK。然后就没有什么问题的话，然后 diverter 也工作正常，然后每个支路，比如包跑到这里，我的 diverter extend 的话，包就会从这个支路跑到这个小小的短路上面，然后就走掉。这里也是的，然后 VSU 的话，它就会走到下面，如果是 down position，它会走到下面，然后从这个 exist 掉，就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OK，这个是 PLC 15的。我这下面也忘了改了，这个名字很容易改的。你在这里改一下就好了，这个地方。哦，你点它，然后你在这里改一下就好了。我没有改，这都不重要了，这个后面改就行了。OK，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先做一看，做做看吧。好。把 Excel 做好先。然后 OK，我想再问多一次，是那个 Excel 里面的，我可以开回去 Excel 吗？可以啊。我想再问看，这四个怎么写？你看这个是 R 的，就是 right 的 MERA，你就去找它的。你去找它的 extend return，你看这边，在这 B 是的。R 的吗？对，你前面 B 是读的，A 是读与写的，B 是不可以写的，我们是不写的，然后 A 我们是又读又写的，所以读呢就只能是第二个 colon B 这个 colon，然后你就去找 B colon 的这个，它的就是这两个咯。65、66，其实这里写65、66和写66、65，双方我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没有在这个上面做什么
到时候会具体测试了，这里如果错了的话，顶多就是你那些 divert 不动而已。Okay. 然后这里是85 86 85 86，然后这边呢就是一样的 copy paste， 这里是3和4，但是你要加上66，就是69，66加3了就是69，错了 sorry， 两个是一样的，是这里加3和加4，62加3就是65了，就是66了，然后这两个是这两个row是一样的，明白了吗？那你需要加不好意思，这里 L 这个 colon 要加，对，要加 B colon 的名字，要加 B colon 这个尾数，你知道它为什么要加吗？你看到我们啊，这个66，它其实它把 B 和 C 是一个 group， 它只是把它分成了两个，它分成了两个的原因是它想得到62和4这两个数。其实你看它这里是66吗？它这读进来的时候，它刚开始就会读 F1 F2 F3 就是62 F3 就是4，你看到了吗？他们都是同一个 group， 都是 group 2的，所以我们那个值就要加起来，你要是写个4的话，它就在这个 group 里面就只找到了 column B 的第四个东西，他找不到 column C。 对， column C 是62加上后面的一个尾数，他会把这个 F， 你看到吗？ F 里面的1 2 3 4都读进来，还有这个 F6 也会在这里吗？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它会分两段了，其实他们两个是一个 group。 其实你的理解可以是这样子的，其实它应该是接在这个后面的，这样子理解。但是它这样子做也是有原因的。OK， 还有什么问题吗？先这样吧。好，那我就不关了哈，你自己用吧。好，谢谢您。没有关系。好，拜拜。好，拜拜。